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平安。感谢主哥亲自给咱全新的一天。伊要帮咱软弱的人、软弱的人，上帝所成就的，超过咱所求所想。上帝的更新医治要临到你。我们可以紧紧的抓住神给我们的应许。天父要将属天的祝福，要赏赐在你生命当中。一定要将这个福音来报传，我更加多人知影。就爱用听心来逼助三夫妻，赐下启示智慧的主，我们感谢你，好让子女的和平国度早日临到地上。我谦卑，互相得你的使用，互我无得到家己来夸口。伊要成就迄个创新的书，伊要下边咱的罪，通过祈祷，互咱更加有信心，更加有勇气。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但是上帝知道怎么做。最多最恩典的信息就在恩典悄悄话，邀请您每天一起研读圣经，聚焦信仰话题，时时丰富您的灵修生活。想要及时收看恩典悄悄话节目，除了在脸书 YouTube 关注新眼光，您也可以透过您的行动装置与 Google Play App Store 下载新眼光 App。 您可以透过简单的手机简讯认证方式成为我们的会员，在小羊牧场和我们做更多信仰上的问答互动，也可以以访客方式直接浏览。在分类节目中，您可以直接随选随看恩典悄悄话所有已播出的集数以及其他新眼光的精彩节目。在设定选单中，您可以找到闹钟设定，在这里您可以调整每天希望收看恩典悄悄话的节目时间。APP 会在您所设定的时间，以好听的新圣诗提醒您收看恩典悄悄话，一起和新眼光进入每天的灵修生活。现在就拿起您的手机和平板电脑，下载新眼光 APP 收看恩典悄悄话，用新眼光看世界，世界就有新眼光。